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买我们的礼物啦，在三杯摸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钟，就是我们约一个时间啊，20分钟，半个小时后在这里集合啊。坏的礼物没有限定几便宜，不过好的礼物呢就有限定说至少要50块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可以买到什么好的礼物。终于选好我们的礼物啦，不过现在呢我们去找礼物的箱子，把礼物放进去。这些礼物买吗？买了，彤彤也买了，彤彤不知道箱子要怎样删的，我跟他讲来来说啊，箱子在后面那边，我带你去啊。All the way back， 这个方向，这个你有看到客人在那边吗？哇，跟我一样以为是一个 plastic bag 一个箱子。最后全部人都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，我们终于买好啦。不过我们不知道对方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当你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听到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请你们留言跟我说你们已经看到第几篇这样子的场景了。好 ，OK， 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些礼物就是拿来开箱的。哎 ，Sorry， 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些礼物呢是我们拿来做圣诞节交换礼物的，这些都是由七个人买的，有七个好，七个坏的礼物，等下我们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。那个人拿谁的好跟谁的坏，所以等下我们开了过后呢，我们也要试用好的跟坏的给大家看那个礼物是怎样子用的。那么那七个人呢，就是这几位啦，来欢迎你们，欢迎 这几位边缘 YouTuber， 这次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开箱，很开心。谢谢达多林的邀请。哦，这边空，过来这边一点。啊，来的过来这边，看有看到杨宝贝吗？我看不到。OK， 有看到杨宝贝啊。就是这七位啦，耶！谢谢。哎，当尿不要跑。最有钱是林善记。我们现在来做当尿啦，当尿，三二一，耶 ！OK， 好啦，现在终于可以开始抽签啦。这个是给不好的，这个是给好的。来，所以先开始抽。我希望我可以抽到林善记的。真的不好。OK 啦，你这样厉害，你抽签啦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要上镜哦！上镜抽宇宙，上镜。OK， 宇宙，我来了。Oh no！ IPP 了。我选的适合你，真的适合老人家的礼物。什么花椒？宇宙。Clarence。Andrew。哦。IPP 跟 Andrew 了，我就拿到 Andrew 的烂礼物跟杨宝贝的好礼物。如果你看我这个开箱，我希望是第一个啦。如果是第七个的话，我也希望你很耐心的把它看完。OK， 我们就来开箱 YBB 的好礼物先。耶！刚才他送的烂礼物哦，其实也很不错，所以希望他所谓的好礼物是真的很好。他啦！哇！哎，有两样东西，还有一封信，不错不错，有这种信给我拖一下那个 screen time。吼吼吼，金哥金哥，不要发啦啦啦啦啦。OK， 我这样啦。哇 ，OK， 我会用很快的速度读完它，好吧？来，第二 YouTuber， 我们的寿命很短的，哎，像你昨天的影片一样，每天半夜不睡觉，吃一堆平常人不吃的奇怪的食物，常常被骂，承受很多的压力，希望你多多保重，送上保健品，好的礼物，哇，保持身体健康，希望我们能活多30年，30年后我们再来交换礼物，我们明年就好换了。这是一个时光的胶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里还有东西，还追一句。买全世界最做作的老女人 YouTuber 寄过 YBB， OK。他对你很自我放弃了。对，来，我们就开小的先啦，大的等一下开。我觉得是伟哥，保健接近类似的东西。白兰氏姐姐，绿藻，我喜欢吃绿藻的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跟你们讲，每一个 YouTuber 都需要这东西，因为我们都真的是经常熬夜，然后身体不健康。来来来，一点一滴煎。然后我觉得非常适合上镜啦，因为上镜在这里的时间是最不规律的。我刚好给他。而且他年纪是最大的。来，我们来试用一下这个保健产品。你们吃绿藻，很爽。绿藻可以用咬的。很香哦，对，很香，超爱的。它啦，哇，它的包装，
哎，真的没有叶片呀，真的是纯粹礼物。而且他很需要，你知道现在三点了，我们还在拍影片，每一天刺激力啊。啊，很多力都可以的。所以来，为了大家健康好，来，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YBB 好的食物。耶！耶！耶！一人拿一颗，吃一颗。我很喜欢吃小小的，吃一张。对。我很喜欢吃，对，那可以拿多一点无所谓。好好吃哦，有点像瓜子酱啊。其实我没有吃过，我没有吃过，它挺甜的。上帝，你多吃你就不会伤风了。整个嘴巴变清清去了。其实我没有吃过的，我才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奇怪，好像是谁啊？哇，很好吃。我要吗？以前阿妈也没给我们吃过这样的东西。我们从小就在吃这个。哇，我们现在来个YBB 的好礼物二。因为我为你们想啊，我想到送你们礼物，要给你们内容去讲。哇，生日好茶，生日，我真的是生日好茶哎，真的是茶哎，保鲜产品大盘全部给我，你是觉得我要死了是吗？现在，你们真的很好哎，真的。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所以其实收到的时候我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蛮适合你的。我本来啦，我心里面送礼物啦，我是想着要死要死的人，就是你还有托，你还有托托，我一直找这三个人。为什么我们？我觉得我们要死要死，因为他们三个人真的是经常熬夜，然后又很就是很少睡觉，我就觉得我就心里想着他们其中一个中的话，泡一杯泡一杯。OK， 那包装是这样子的，绅士好茶，它是来白白装的，够有那种人参的味道，有茶味道，很有人参味道。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，蛮健康的一种。对，太适合你了。我已经踏入这种年龄了。茯苓、人参、红参、白术、西洋参，哇，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其实我也是买的时候才听过的。但是这样听起来都很像很健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这样子很健康的产品，叮叮叮。叮Andrew 的好礼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了，所以现在他的坏礼物，国外观众，唔跳音，得得得得，好一个奶头，你要细哦，好一个奶头，你要细，奶嘴，奶嘴，我不是奶头，是奶嘴 ，sorry， 是真的啦，奶头，你是妖了，我去。它后面有 Mickey Mouse， 它旁边有两粒 Star Bomb， for 什么 purpose？ 没有说明书，还要说明书？你不会写啊？我教你。OK， 无言了，无言了。所以在他们的 channel 上面呢，也会有我们其他礼物的开箱。如果你们好奇的话，也可以点过去看哦。好奇啦，当然好奇啦，一定来看。上帝送来一个土豪礼物给我哦，记得看我的。对，那么。这一集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去订阅我们，也记得点个赞，留言跟我们说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影片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见，我们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，和平出。还没有过几次，还有什么？还没有出过，还有我的，记得去看啊。还有阿克人的。